我是永远就是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不想被插上太多标签。我现在是滑雪运动员，但是明天可以做别的事情啊，我还是模特呢，我还是要上大学呢，我今年准备去上大学，我喜欢做什么我就会去做。上大学你上什么专业呀？我还不知道呢，但是这是好事，因为在斯坦福是第二年以后才选专业，所以我有两年的时间去体验不同的课程。我现在挺喜欢物理的，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写作。